七色海岛，阳光围绕，最自然的微笑，长发飘飘，心情好好，做自由的小鸟，并肩奔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左立，左右的左，立正的立，今年25岁，我来自于湖南凤凰。这次来比赛呢，主要是因为我的女朋友。在认识她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青蛙的歌手。异地恋很少在一起。他有下次会跑去看他，他有下次会过来看我。来参加这个比赛，他给予我非常大的鼓励，非常大的支持。初赛啊，复赛啊，那种紧张的心情都是他来安慰。
我是来自于湖南凤凰的一个民谣青蛙歌手，我叫左立，左右的左，立正的立。我是一个湖南凤凰人，今年25岁。我来到这里是想，是因为我的女朋友，因为她弹钢琴非常的厉害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。我也想在电视上让她的爸爸看到我。左立，对你来说这一战非常重要哦。是的，等于是让未来的这个岳父啊、哦嗯，看看到底这个男生行不行。今天带来什么歌曲？带来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民谣歌，来自于宋冬野的，叫做《董小姐》。我真的把它看到了，这里有啊，这里真的有。小姐，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，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。看像是瞎了。董小姐，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，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。董小姐，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，嘴上一句带过，心里却一直重复。董小姐，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，陌生的人，请给我一支兰州。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，这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这歌火了。我觉得他好真诚，然后他的歌声，他参赛的原因又是为了要证明他对他女朋友的爱，也证明他有能力去跟他女朋友匹配，特别的诚恳，特别的感人，而且他让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想起我们自己的初恋。那个真的很真诚的年纪啊、永远不会再来的青春。我觉得他刚刚在那个2分钟之内把我们拉回了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梦境中。通过。我看着你觉得很感慨，因为我觉得你验证了我一直非常欣赏的一句话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坏。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才可能把它做好。谢谢。这个通过一定会给你。不过在这个蔡老师，你按我不知道是离开还是通过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左立，你怎么确定这个女孩子就是未来那个会跟你走一辈子的？你爱她什么？是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有点吓人呢。就是说不出来，就是我，反正就是她如果不在我旁边，她如果哪一天不和我视频，哪一天不来闹我，不来折腾我，我都。